安迪。这个月的语会表达 CD 书，小朋友会听到我去礼貌村参加歌唱比赛的故事。在歌唱比赛里，我们学了很多语言的礼貌歌曲。现在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开心的唱这些歌，快乐的跳舞吧。同你一声。你吃啦，哪看？今天吃青菜哦，吃青菜再变漂亮哦。哦耶！耶！小彤彤，彤彤吃咪。哈哈哈！你算，你吃没得算？你算。让我来算，你看出去拜拜啊！你看，阿庄放鬼脸了，嗨！嗨！卤卵啊，那再用一只啦，卤卵啊。